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高早，兄弟姐妹，大家嘛高早。好，咱做伙三个来看约伯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开始，安尼讲。约伯回答讲：恁真是主民啊，恁死亡智慧也未亡了。但我嘛有聪明，甲恁同款，并无比恁较输。恁所讲的，啥物人唔知影？这段话是约伯的三个朋友，伊来高亢着约伯了后，约伯对因的回答。有阵个时阵，当咱咧读这段圣经的时阵，咱就会想到，这段圣经的背后所代表的，就是欠缺听甲动力的能力。有阵个时阵，咱对无熟悉人有耐心，但是对着咱熟悉人，因的困难也是伫遭遇这个这个灾难的中间的时阵，真无小心，咱就活伫迄个较悬的。关刀，然后咧当下面的人，你迄个所在咧讲话的口气，所以圣经里面甲咱讲，做师傅的虽然有一万，但是为父的，就是做老爸的却是无济。因为要一粒充满贴心，要让人得到温暖鼓励的话，确实无容易。上好的安慰就是听。圣经的中间讲，甲哀哭的人同哀哭，甲欢乐的人同欢乐。详细听，为着伊咧祈祷，需要讲的时阵，然后则用短短的字句来表达。上好是用咱，上好是用行动，这会比讲话更加感动人。所以约伯的这段话，伊讲是恁真聪明，但是死亡的时刻恁灭亡了。我甲恁同款，我并不是比恁较差。恁讲的我敢拢唔知影吗？兄弟姐妹，真侪时阵，咱咧安慰人，咱咧靠近人的时阵，其实对方拢知。唔过对方需要的，是伊知影你徛伫伊的边啊，你愿意陪伴伊，无论是偌困难，你拢愿意甲伊做伙，我靠上帝来面对。你愿意吗？阿头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真容易，就亲像约伯这三个朋友同款。虽然阮真想要安慰人，却是阮无想到，阮的话却刺伤着人。主帮助阮，就亲像约伯所讲的，互阮有智慧，互阮有智慧，会当安慰着人，也知影要安怎用着阮的行动，表达出对对方的关怀。愿主教导阮，引导着阮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。阿门。亲爱的兄弟，愿上帝赐福你家己的一家。